老板有涨四块钱，涨四块钱我都得赶到人肉季了。下班了。为什么给你啊？不一万去了？是的。哎，那车上咋还有车祸呢？明天早上7点都得送到淮阳。今天有点累，也不饿了，七杯豆浆喝吧。呀，我累毁了！呀，我喝了。上回大姨蒸的面条还没吃完呢，给我搁锅里冒热的。大今儿咋那累啊？干的啥活啊？今早上7点都开始干活了。往淮阳给他送一趟200块，又送一趟市区，挣100。才100啊？不是90吗？又涨了，涨4块又。又涨了吗？老板又涨4块钱。嘘，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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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涨4块钱，我都得赶到人肉季了。嗯？昨天涨4块钱，我赶到人肉季了。中不让。就下午4、5点来，厂委又来一次，就没有人活。俺3人不到俩小时给他卸完了。叫我累坏了，一个人分有93块钱吧，那还不少啊。我累坏了，我累的。那今个这一算还不少挣啊？挣个200的，挣个100的，这才又挣93。那还可以啊，今个一天能挣30-40的。今晚上车装好了，明天7点得老早给他送到。今个有点累了，早点睡吧。